是不是？你老阿公阿婆穷下爱转庙里，你伫台北火车头买票，为娘班老买票给您讲。爱爱买三张。到庙里界普通车票。两张录音票，一张学生票。心怡，你前后看个电视节目是乜个？做乜个会中意呢节目呢？爱当后看新闻。做得地动都事情，十三阿兄大人咧，你想要去看机，你为娘班门机我看人，我想要去看阿兄。请问机大内则依然？平方是几多号？十四，在便利商店，你那十几元去买八几元的东西，不过店员没找钱，你要让班老去讲。月早两感冤，不爱长错哦。十五，稍早我去同我人教外教学，请问你为做哪道准备？我为准备水老点心。很久未升级，十六，你爱买调酒，三买到五十全福，你爱让班老点燃讲爱玩火，两系五十，我爱买调酒长错。做得完么？十七，下课转到我家，你将发现那度阿小嘅联络簿咧，请你打电话本机，你为娘班讲。阿小，爱唔读好？那到你个联络簿，等一下爱爸，那是万一好么？十八，我看你爱穷下出去了，除了检查牙齿有关的么？请问还要注意哪道事情哦？还要看天山有关的吗？后门有关好吗？十九，你去图书馆签到上来借个书，因为娘班拜托开台个人留你停手呢。拜托你留爱查一下。有两本书么？
你是下礼拜就会去三月两日的毕业旅行，你按算会准备哪条东西呢？爱爱准备钱，换世界三副老物，还有带卫生纸。